晨起床了。是为自己洗澡。棒棒糖真奇妙，出题目要我找。草莓姐姐，爸爸妈妈常常要求小朋友要独立，但是独立要做哪些事情呢？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棒棒糖告诉我们，一个独立的小朋友会做哪些事情吧。是自己吃饭，还是自己泡牛奶，还是自己穿鞋子呢？小朋友快来想一想，到底哪一件事情是独立的表现哦？小朋友别烦恼，慢慢想就猜到。是为自己刷牙。
自己上学。真奇妙，出题目要我找。不知道小朋友猜到了没？一个独立的小朋友会做哪些事情呢？是自己吃饭，还是自己泡牛奶，还是自己穿鞋子呢？当小朋友学会做这三件事情之后，就可以开始慢慢学习独立喽。意思就是说，小朋友要开始慢慢学会跟大人做一样的事情喽。还有啊，我们除了在行为上的独立之外，还要能够自己思考要做哪些事情，才是真正的独立哦。而且当小朋友还没有学会之前，还是要看看爸爸妈妈怎么做哦。小朋友，我们下午见喽，拜拜。